布料我跟大家说，它也是我们 MIT 独家的布料，里面一样是冰冰凉凉内里，白色我觉得不太透，但是大家可以像我一样里面搭个白色，或者是你要搭平口，搭平口的话你就不会有这些肩带嘛，我觉得会更漂亮，有没有？这样又更美了。然后美背它的背是这样子，有点微挖肩的，然后肩带可调，所以呢如果你是胸部比较丰满的人，你可能要下来一点，或是你想要大 V， 或是你想要穿比基尼的时候等等，你都可以自调。然后妞儿呢现在是调到最小，好，最小我觉得最适合我，就看你自己个人，然后弹性极佳， SM 有差的都可以穿，家里有类似的宽裤都可以把它拿来做搭配，你看这样黑白色调是不是非常好看。它虽然是散状，但它不是那种大家会觉得说哎，好像太散了，它是微散状，不贴身，然后肉所有包住，这边的肉，这边的肉，这边的肉跟这边的肉，女生夏天最害怕的四块肉全部包住了。而且它是肩带可调，完全是使用超弹高弹，很棒的一个弹力肩带。后背呢是做一个挖肩，那后面你可以自己去穿一些不一样的小可爱，再去做一些不同的造型哦。